今天我做了蜂蜜奶香大麻花，又软又拉丝的那种。你家还有面粉吗？想不想试试？500克面粉加5克酵母粉、5克食盐、60克白糖、20克蜂蜜，打入2颗鸡蛋，加180克牛奶，搅成絮状，加50克食用油，揉成面团，再移到案板上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分成等份的小剂子，将面剂搓成长条，放入盘中，刷上一层油，盖上保鲜膜，醒10分钟。取一个面剂搓长搓细，反方向上劲儿，两端对折，再搓长搓细，反方向上劲儿，右手1/3处，左手1/3处，一个麻花就好了。全部做好后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至体积明显变大。油温6成热，放入醒好的麻花。中火炸，用筷子反复拨动，防止受热不均匀，炸至金黄飘起，麻花就好啦。这样做的麻花刚出锅，外面是脆的，里面是软的，看看想。